我今天特别从那个，我这次特别从美国回来哦，就是为了专程拜访亚洲车神，哦、他亲自示范了这些基本功，真的不是盖的，很厉害，赞。赞成功，但是他那个压太压迫了，距离快要撞到你的车了。对，距离比较近。这一次等于说我转的角度更小。对。有没有？修正这个角度。啊，再刚好下来，所以这就到了眼镜蛇，就是跳，跳，跳来利用前面的一个墙壁，180度转回来。对。对。所谓眼镜蛇就是拉起来。就是刚才那个跳。跳。这样。对。刚我不是直接起来就跳了，对，你基本功不好是摄影机那边已经冲到摄影机去了，哦，起来马上跳，要转，转到对了，好，跳，看有了，好，跳，好，出来，啊，对了，啊，哦，这次甩得高，厉害厉害。好，我今天特别从那个，我这次特别从美国回来哦，就是为了专程拜访亚洲车神，好，他亲自示范了这些基本功，真的不是盖的，很厉害，赞。赞。左右要慢，你记得啊，哦，你快他过头，啊，你先自己调，调差不多我就放手啊，慢要慢，左右脚要慢，左脚太多，啊，你自己感觉，啊，好，哎，太多太多太多。只有微微一点点，记得。好好好，哇哇哇哇，一直停好久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好好好，有了，三秒。有。四秒还有看到吗？对，有。你要到我在窗上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刚整个放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。真的不能，真的。而且你有试图在那边在那个了。你这个右边不够，就是右边。你记得，你上来的时候那个右边不够，往左边倒。你上去直接就抓到那个平衡点，那临界点，抓到临界点，对，它就整个就停住了。啊，对，这次好，啊，再撇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学现会，真的会教，有没有？跟之前都不一样吧？会不会教差很多？会不会教差很多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想你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，你接着这样子回去，你就很。你会很过瘾，我可以征服他几秒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哎，真的很久了，你征服他了，你那要讲很棒很棒，就是说你讲你上去，然后抓那个临界点，临界点，你要觉得你是一个没有重量的东西，对，是没有重量的东西，没重量就临界点抓住，就更容易。对，你太毛躁不行，对，因为我好重，我要硬去平衡，哎，不行，要抓这个临界点，对，